帅哥，开始。好牌啦。好啦。他一副电影就行了。这个这副电影好像给这个学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些话还没说呀，难把握。这是你的弟弟负责。要是借我，不是不是，一公几吧？一公十五。其实有几个镜子上你要给他们摇来。嗯，这个给他们摇。转过来然后，好的就是，老子不说啊，他都换了。越写写越熟，写了多少年？写多少年？我一开始练字的时候就练字练习，你讲多少年了？这对我来说，这玩这个太难了。我这一点两节电池，用了有研究没了。用完上了，今天还没用完。是的，我用完要充十二个小时。那你明天给他加不加？充十二个小时加不加？嗯。这个自信没看。你这么年轻那么自信，这差不多的。就给我的这个强大的树心麻木呀。嗯，麻木怎么不自信好呢？